本轮疫情发生以来，我们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，落实四应四尽的要求，采取坚决果断措施，全力以赴推进清零攻坚。目前全市疫情防控的形势稳中向好，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。3月1号到5月5号，全市共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5,131例，无症状感染者542,293例，合计是597,424例。排查的密接人员748,239人，都在管控之中。同期共报告境外输入病例632例，无症状感染者239例，合计871例。自4月22号以来，全市疫情报告阳性感染者数量连续两周呈现下降的趋势，实时再生数 RT 值连续10多天都维持在1以下，阳性检出率逐步的下降，核酸筛查检出感染者近日已经降到了5000人以下，并且绝大部分都在封控区和隔离人群当中。目前疫情社区传播风险得到有效遏制，昨天又一个区，也就是嘉定区，进一步达到了社会面基本清零的标准。这样全市累计一共有7个区和浦东的一部分的街镇社会面基本清零。